过血吧。间接过去了，没去。烧吧！反正挨被动是吧？你小子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十三幺胡，懂不懂啊？懂不懂我十三幺胡啊？哎，怎么才赢这么点豆啊？妈的，我服了！不是我十三幺，你就给我这点豆？啊，你还是个人？我操，怎么就十几万豆啊？哎，这个人赢一百多万，他好狗啊！他赢一百多万。死去将是苦海，可没有什么好处。妈的，死吧你！没拉扯住他，我给他多 A 了两下。Shit， 好狗啊，头都不回一下，我第一时间不敢去，怎么又有一个人？给剑姬送，没办法，哎，要把兵友换了就好了。不爆啊！暴击他死了呀！你为什么不爆啊？西兰刀，你是真的垃圾！给我死！给我死！给我死！丢了，不要了，滚！这也不爆，那也不爆，恶心！太欺负人了！操！操！谁在背后说我帅啊，还说两次，真的很烦啊，我打游戏下次别这样了，我真的会生气的。要不是我直接杀了他的。我操，挡得好啊，兄弟，好挡，差点给我搞死了。他这个 W 放的时机太好了，我操！暴击，这也不爆，那也不爆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赶紧死了得了。这种太冒险，没有点燃以后不要给他打，除非十三级。哎呦，我想回家呀，能不能别有野怪了？我真的想回家，我真的不想再刷了，我真的想回家呀，钱太多了，但是看到野怪，这管不住我这双手。哎，怎么还有啊？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快让我回家吧，快点让我回家吧，我受不了了。回家回家，终于可以回家了，受不了受不了。动不了啊，我真的是好讨厌泰坦呢、啊。先手大是真没办法呀，
真动不了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未来。怎么还断兵线的呢？啊！我操，还能给你跑的？帅，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如果兄弟们想要找人上分呐、陪玩呐、代练呐、打父子局什么的，可以加上面的上分陪玩微信，还有女陪微信，找我们帮你们打父子局，我们直接给你们帮你们干碎对面，对面直接喊你爸爸。要是我们被干碎了，我们帮你喊对面爸爸，然后我们再喊你一声爷爷。无论干碎对面或者被对面干碎，你都是他爹。请相信我们的专业程度。不干了，这他直接跑了！我操，真有女的，这吓坏了，这他人。大龙，这谁有？这格拉斯尿的还挺准的、啊，好尿，好尿。我出装备都是什么装备玩的舒服，我就出什么装备。被打崩了，被打崩了，我玩这装备玩的爽，我也要出，就是猖狂。一定要傲，知道吗？玩游戏一定要自信，但自信呢不等于送人头。比如对面有一个三项，你只有一个多兰剑，然后你冲上去送，然后你还要说我很自信操作他呀，那叫送，那不叫自信。丢！等我回家，我这个是青羽大技能。你小子，出来，我一刀一个。我操，你小子精得很，你小子。这也不爆吗？95你都不爆，你还是个人呢、啊？好受多了，喉咙早就无可再控。这个我怎么炸不死他呢？1800滴血，有先攻才能炸得死他。
又不爆，坏了。哎呀，没死，嘿嘿嘿，好好好。